我是主公，可以，我是主公，不要亏屏啊，都得舔我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主公选什么角色好？当飞吧，好吧，猛一点，猛男当飞，咆哮。我操，这么牛逼！我选猛男，都舔我，都舔我。来，托托，你是什么身份啊？托托，我是忠臣。我操，这个牌太保守了，换了吧。啊，这还挺好的。先削一下好吧。有几个忠臣来着，兄弟们？一人削一个好吧。杀，杀。几个？寡人没事。看儿男插标卖手，杀。吴昊梦中杀人。我靠，梦中杀人不能说吗？不能问我干啥？哪个是图图？我是赵云。杨澜，解张牌啊！别让。你刚拿牌的，扔你一张牌好吧？是好人玩的是吧？可以，那我就干他们。多多是什么？多多选了个赵云，用闪可以用枪。没想到吧？好，你搞我张辽可以，我必搞你张茂某。两忠两贼，营内奸。OK。不是你猜主公，你就是反贼，他全他妈给我干张辽。杀！干张辽，干张辽。全部干张辽，可以，哈哈，杀！龙胆，龙胆也没有用。他不谁又打南门入侵？天下人，杀！我打的，我打的，兄弟，回合结束。你的牌，昏君，昏君，哎，有人在打旁观，有人旁观在打昏君，昏君，昏君，谁呀、啊？他妈，谁呀、啊？乐不思蜀，就是英雄任务圈而已。内奸跟忠臣给我打张辽，干他！我距离不够，算了吧。必跳好吧，我玩就是必跳。南蛮入侵，你真是江暴猛啊！暴帅，我要死了，暴帅！暴帅要顶不住了，暴帅！关羽在此，暴帅我要死了，把张飞秒了吧。暴帅秒不了张飞，我记得这个。你俩一起跳啦！暴帅，他这两个反贼把你夹着呀！暴帅，你手上五张牌啊，暴帅！这谁啊？他是真的憨。南蛮入侵。啊！哎，没关系，还要干张辽，干张辽，干张辽！大哥，我杀死你！无中生有。杀，暴帅叫了，暴帅。哦，可以。杀，鸟变。飞哥，你就死了。怎么可能？嗯，我会死啊。还有张桃，那我死了呀。都在吃饭，我也要吃饭。我刀好吧。杀，我吃饼。完了，我死了，救我，救我！救不了你，跳太快了呀！你这上来，救我！去死吧！救不了你啊！去死吧！你也去死吧！你有杀我不信呢。吴昊梦中杀人，无中生有。你现在不说这些。哇，给自己用不给我用？主公要死了。哇，这个诸葛年乳太恶心了吧！受到伤害可以获得擦标卖手。赵恒的牌，我吐了。关羽怎么回事？关羽，你要变？关羽是啥？关羽不知道。关羽内奸不该这么玩吧？他不是内奸，三个反贼啊！